欢迎。本党民进党党团临时提案，针对马英九总统宣誓，我将即签与中国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。由于该协议攸关国家发展，并且对于国家主权造成严重冲击，未确立 ECFA 的签署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及多元民意，且使两岸谈判过程接受国会监督。本院应即由本院朝野政党组成两岸事务因应对策小组，由本院院长担任小组召集人，各党团各推派一人担任副召集人，以监督两岸事务及其重大发展事件之执行决策和执行。因 ECFA 涵盖的范围甚广，为确保其内容符合全体民众之最佳利益，本小组得决议提请院会交付公民投票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民进党团提案，本案做如下决议，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。